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昨天跟我二哥两个人在这家捡那个袋儿嘛，就是引火的那个袋子，看那个袋子里全是那个荠菜嘛，稀嫩稀嫩的。我们俩人今天就来专门抠菜，看见没有？抠这一小腿就行。好，那边已经开始了，咱们也下手，分开一段地方，省得在一起光打仗，是吧？昨天就有不少人跟我说，你看着了，你不直接抠出来吗？这冻坏了，我不白瞎了吗？冻不坏，你看，嘎嘎新，还正绿呢。你看，冻不坏。它这个地方嘛，现在还是挺暖和的了。现在晚上基本上就是个零下个一两度，所以说不太冷。哎呦，这根真好。人家有人跟我说，说是荠菜吃根，白菜吃心儿，人家比我整的明白。冻不坏啊，嘎嘎好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不过这个叶子这个有点东西一盖哈，它就冻不着，细嫩细嫩的，真是细嫩呐。这样是抠点抠点，就是正月十五吃了。虽然说正月十五吧是吃元宵的时候，正月十五吃元宵，但是我觉得来点荠菜饺子也不孬，是吧？抠满这一小桶就可以了。你看我二哥在那儿也是，他那个镐头大呀，我没拿那么大的镐头。哎哎，都正绿啊，开那个白花到现在还没坏呢呀，这是去年开的白花，你看都没坏呢，所以说动不了的。小白花挺带劲的啊。你看这个这就像春天刚开春的那个似的。哎，深点挖，这个别挖坏了。哎呦，这大根儿，这像刚开春那样似的，稀嫩呢，稀绿稀绿的哈，这样像刚开春的真好。现在哪有这样的了？就是在这种袋子底下或者哪儿来冻不着的地儿啊，有。行，这样的呀，都发黄啊，看着感觉就嫩。我其实我可爱干这活了，可爱干这种挖点菜啊，薅点草啊，可爱干这种活了。哎呀，我这一些，哎，这些这都是哈、啊，这都是，不是那种假的那种荠菜，水荠菜呀、啊，这种不是水荠菜，多大多好。哎，我应该拿个大镐头好了。太多了，有时候都看不过来。哎，吃荠菜吃根儿，吃白菜吃心儿，还挺押韵的。跟我二哥快碰头了，你看他在那不抬头的抠啊，他那镐头也大，抠多少了？多好啊！新鲜啊！看，看吧，看看看可以了吧？哎，有不少人说看好你那小狗了，二哥。看了吧？你看他这一会儿他抠多少？免费送。啊。抠这些，小狗免费送你的中华田园犬呢，那免费送，过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就这么大点是最稀罕人了，就你啊，还是中华田园犬呢，你有个中华田园犬的模样，啊啊啊啊啊，这是两个月了，这小狗是不是？嗯，不得到，嗯，不得到两个月，赶不上两个月了的，十七号。嗯、快谁要谁来抱走吧，好几个人跟我说看好这小狗了啊，快抱走吧、啊、抱走了之后你还省心事了是吧、嗯、我们这边就养这玩意儿嘛，就是上山领着它带着它，哎，溜达溜达挺好的，有个东西玩一样，就是你看这还发现谁家的地瓜没跑啊，这是冻了了、啊、冻了，这就白搭了、哎、白夹着地瓜了，你看、嗯、挺老大了好像啊、哎、你看都白夹了白夹，哎呦哎呦，这一血哟，看懂了，这白瞎了，这是钟馗的，钟馗的，这个瓜怎么不要了？这老婆卡了你忘了？啊，对，是吧？他弄花生从棚上掉下来了，不是？你现在错，你看懂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回来的时候地瓜都收完了，就是好眼神，你看，白瞎这个大地瓜了。走了，不抠了，抠这一小桶就行了，这就吃不了了。正月十五一顿就行了呗，看看我二哥抠多少。你还抠了些面汤、啊，哎呀，可好吃！这个玩意儿叫面汤啊，它这是插那个那种玩意儿叫渣呀，那种玩意儿，咱也不会做，反正我做一会儿吃着没什么味儿。
走吧，那在前面走吧。这就回家就去摘了，好摘，这玩意儿是好挖不好摘呀。人家十五吃元宵，咱们十五吃饺子，行啊，挺好，吃啥不是吃呗。